我们第一次呢，由我们侨委会主办的青年高峰会，可以让大家觉得收获满满，意犹未尽。经过理解，更加认识台湾，不管在文化、科技各面向的这个新的变动之后呢，各位可以成为一个最佳的代言人啊，跟你们的朋友、同事能够好好的介绍台湾。那我们以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。我想台湾是一个新创之岛，啊，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移民社会。各位现场的贵宾朋友们，给我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要一同来欢迎侨务委员会的童振源委员长。各位，再次谢谢为台湾能够发声，为台湾能够擦亮台湾的招牌，做了很多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事情。Power USA， 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，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自己。因为在现场每一位都是我非常杰出的侨亲，我也希望各位未来在各自的领域上面扮演好自己，然后以自己为荣，我相信就会让台湾在全世界立足，也能够让台湾能够走出去，也为我们台湾跟世界的连结成更大的力量。2022全球侨界青年高峰会，我们。